为了给恩师制作担担面，每位使者带领刘晓庆前往菜市场。刘晓庆将亲自售卖调料，换取采购基金，购买食材。小庆姐，请到这边来。8588987，试试呗。你们是我的粉丝吗？是啊，我要卖这个酱油。我家一直用海天的啊。哦，好。各位，如果要买我们的海天那个酱料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到这边来排队。那谁买？我买。好，来三个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贝吉线已经卖空了啊。只要这个，只要两个这个，两个酱油是吧？海天酱油，16，有没有零钱？哎，我觉得这陈醋有点好。好，谢谢。我也觉得这个醋有点好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我买个黄瓜。哎呀，好多，不够卖了。你看多少人排队啊？说明这产品好。好了，卖完了。我们收摊了吧？完美，收工。成功换取采购基金后，每位使者和刘晓庆一起购买制作担担面的食材。猪肉末是在哪里啊？猪肉末我们要买2两，多少钱？2块。2两就够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给我就好了。谢谢，你给他钱，钱钱钱钱。等会儿，我有没有1块的？没有算了，没有算了，那我就不给了。啊，谢谢，哎，免费了。那我们谢谢你啊。那谢谢。我们要小葱、豆芽。小葱我们要个2-3根就行。多少钱？拿着个不要钱。哎，又不要钱。哦。我必须给钱。拿着个不要钱的。真的，一点东西。那咋办？那只能谢谢人家了，谢谢。你这里有小葱吗？然后再一块生姜，蒜，然后2两那个麻辣萝卜，要白芝麻。好了，我这边全买完了，我去找他们。啊，那有辣椒油吗？我们这儿。怎么样？你们买的怎么样，姐？我们家都送，我就没买花钱。不，你这个不会是又是人送的吧？有送的，都是送的。那麻的得买吧，来点花椒粉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们面粉买了吗？我们只差面粉了，那面粉在前面。啊，等一下，因为那个张勇手是有血糖有点高，那面粉要买那个荞麦的吧？对，无糖面粉，买无糖。你好，我们要买那个荞麦面粉啊，就无糖的。我要1斤啊，师傅。谢谢你，没事。好，都齐了，齐了。我们去哪做菜啊？哎，要不那个徐松子，我试一下。背着这个好吗？哎，松子，是你吗？是我呀。我们现在做一个电视节目，叫《熟悉的味道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找个地方，我要给张勇手做一个担担面。我们现在就去你家，1个小时到。